好，外界相当的好奇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身世之谜。那么这其中有很多个版本哦，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普蒂娜的版本哦。相传呢，就是这位普蒂娜，他和一位已婚的技师生下私生子，也就是普京。那他自己有说到说他不是纯正的俄罗斯人，幼时的时候昵称是叫做沃瓦，还有呢继父曾经对他不平等的对待，时常被赶出家门。不过他也提到说，当时啊这个小朋友他就是好胜心相当的强盛，甚至他也曾经出示这样的照片哦。不过随着呢他过世之后呢，现在又再度的被讨论了。那么官方的版本呢是否认这样的说法的。1952年说他是出生在圣彼得堡，而且呢根据官方的说法，普京的家族成员是包含他的爸爸妈妈，另外还有2个兄弟才是普京。不过后来这2名哥哥都过世了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